那我问你，你当初为什么要逃婚？这一题我上次回答过了。是吗？好，那你为什么要人间蒸发，让我找不到你？对不起，那时候因为我心态没有调整好，不敢面对你，所以我选择逃避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哎，什么叫做心态没调整好啊？你指的是跟我结婚的心态吗？我就这么差这么烂，给你这么大压力吗？不是啦，你很好，你什么都好，只是我们不适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适合步入婚姻，是我不配。什么叫做你不配啊？但我们在一起那三年算什么？我拜托你不要这么烂的梗行不行？你是不是劈腿了？你是不是有新欢？对，对，是你逼我的。这件事我一直不想承认，你如果一直要问的话，好，我跟你说，对，是我玩了你的感情，所以我不可能娶你，好吗？拜托你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赶快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，你不要再把期待加在我身上，我给不了也给不起，真的。你越是这样子想，我就越不相信。王浩南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你可以说出来，我们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没有任何苦衷，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只是个渣男。拜托，而且像我这种人，我不会跟任何人在一起，我打算用单身来赎罪一辈子，可以吗？我求你，放过我，你放过你自己，啊，就这样吧。看来今天的谈判根本就是多余的。你不打算说实话，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了。